出发了。是吧？看我干啥子？我两个自由。你今天咋不跟我两个换呢？你不跑我下面真的卖了一肉啊？那球都给你两个费心。啊，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信任我了？好像以前我信任你一样。哟，老二，这是包来着，我来给你挑。哟喂，就不能吃块瘦的吗？吃，必须吃。这都香不香？